熟起来是因为什么？我俩是录那个录一个节目，对，加上微信，然后他找我去他家玩。他会主动请你去他家玩吗？我很主动，真的吗？非常主动。是他是一个，他不 是，但他会主动邀请别人去他家玩。你们是那种吗？就是我不是，别人叫我，我都会拒绝的那种人。有味道，到了，好吃，这个真好吃。小马，哦，它真可爱。快请坐吧。好。你们俩熟起来是因为什么？我俩是录那个录一个节目，对，加上微信，然后他找我去他家玩。他会主动请你去他家玩吗？我很主动，真的吗？非常主动。他是一个，他不是，但他会主动邀请别人去他家玩。你们是那种吗？就是我不是，别人叫我，我都会拒绝的那种人。哎，我讲一下你俩那个戏吧。我记得我前两天去那个小萍姐那儿，她还给我天，你去我们公司啊？对，她可好了，有没有？我贼喜欢她，就觉得这女人真飒，她就是我要成为的大女人。你是想，你是一个想成为大女人的？多大？是哪种的？不是，就是内心的能量，就是特别特立独行那种女人。然后呢？看完然后？我没看，她就跟我，她跟我讲说这个戏，她是你们这个是一个。是不是有点稍微有一点点有一点点恐怖惊悚。哎，给咱看看吧。我因为我听说他给我讲了一个什么，就是跟死生生死死有关的，是吧？就是生死。你俩是一对吗？在那个里面。对。那你俩拍这一对之前认识吗？不认识。哎，很多不都是吗？那三层都认识。我在很早之前我面试去光线的时候，你见过我？远远的看到张若楠在他们那个篮球场，他们公司那个篮球场下边拍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。那是哪一年？2019年的夏天，应该是2019年的时候。你拍了吗？刚在跟组，我还在跟组。哦，你还在跟组？对，啥叫跟组？就是跟组演员。你讲，按天或者按月算钱，一个月6000块，或者一天200-300块。哦，那你是怎么走上演艺道路的？我是。从小学跳舞，然后学完跳舞唱歌，上高二之后发现，哎，学表演好像这些我都有点接触，声台形表吧，然后就去试了一下，然后就一直选了这条路。你是幻幻姐，就我们公司的幻幻姐，就是那个被上镜成的制片人。非常好。我知道幻幻姐。然后他就看到我照片，然后就来找我，他想确认我有没有销毁预告片。小白，你坐这来吗？你坐这儿看得清。你俩熟不？熟。我俩杀青之后，我好像才开始熟起来。真的？是吗？这整得出啊！啊，好好。哦，江草，对，江草。我最近觉得这里不太对劲。你们刚搬来啊？叫草莓姐就行。啊，是柳岩姐吗？柳岩姐。你们家灯平常会自己吞灭吗？哇哇哇！啊！你说，要是我们身后有个鬼，怎么办？看见，万一认识呢？人去世了，真的会离开吗？欢迎来到照明商店。他是一个温情的，对，他最后很温情。你们俩的关系是男女朋友情侣，情侣上来就是情侣。你怎么打开他的内心呢？我打开他吗？我打开你了吗？我没打开你。那你俩谁是比较主动一点的？可能我吧。你通过什么方式让他？就强来嘛。怎么强？怎么强来呢？就是没办法，那俩人必须得有一个人主动。就我其实我演完《照明商店》之后，我就一直在反思这个问题。若男都那么，对吧？都那么哪个？都那么就是帮助我。他都在哪些方面帮助你？比如说就是，你这是刨根问底。闲聊天吗？闲聊嘛，他都既然帮助，帮助他在你怎么帮助呢？就是比如说，有时候两个人特别亲密的戏，然后我的手或者我的脚，我都不知道放哪儿。那你是不是本人谈恋爱也是这样的？我也在反思这个问题。当时就是我当时就是跟若男就这种戏演不好之后，我回去特别难受。我说，哎，我谈恋爱我也不这样。
那个就是好的呢，就是你俩之间就是比如说爱情戏，观众爱看的那些呢，被删了，还被删了。嗯，其实那场戏挺好的，唯一的一个点是因为我俩靠的，就是我俩就是靠在这个沙发上，懒人椅半靠着，有点。既然被删了，大家就重新。就给他演一演吧。又来了来了，靠在一个，就是靠在这儿，两个人看着天花板，有点靠着，然后喝点小酒，躺着喝呀。所以就看起来特别奇怪。喝的时候再起来，没有太不唯美了吧？没有那么这个高一点。要拿管呢？红酒啊，白葡萄酒。我觉得通过那场戏，大家更亲密了。嗯，为啥呢？因为喝了。因为我觉得人和人的关系，它需要有肢体上的接触，然后才会。你俩那场是啥？我肢体上接触的戏，亲了，真的，吻删了。嗯，那点亲的显得很陌生。我觉得应该是。其实我觉得那个亲的很有张力啊，挺好的，我真挺喜欢的。啥叫有张力啊？就是那个性张力，就是两个情侣之间的那种感觉是有的。他亲的很。多一不是多样，不是亲的很多重，那个情感什么叫亲的很多，情感很多重，情感很多，不光是爱，然后有不舍，然后又有我知道你可能知道这个事情的那种判断，就是很多重。我对，因为我演完我那场戏我演的是也是有知道的部分，我也就是流泪，就是每一条很难，每一边边哭，每一条就是亲他那一下要有一颗泪掉下来，那个就是我们想要的，就是。第二遍的人去看会懂什么意思的那个内地人，对，哭了一天。哎，那可感人了，那个一眼万年，导演都说那一眼万年被删了。嗯，你是跟谁拍吻戏都那样吗？都哪样啊？人家说他不是紧，不是紧着放不开。你我跟你哎，你都跟谁拍过吻戏啊？这个别问了。你看这情侣感的多出来了，你这功夫。我吻戏拍不多，我跟雨桐。拍第一次也特紧张，第二次就好一点。但你亲的方式会变吗？因为有一些其实就是偶像剧、言情剧，他们亲的都很唯美，很唯美，就是那种我感觉正常人不那么亲。正常人怎么亲？就是亲的很埋汰吗？对吧？对啊，没有那么汹涌。其实拍吻戏的亲，就也是以前演员告诉我，就是演员对手告诉我，就是你一定要张着嘴亲。什么叫张着嘴亲？就是你微，但不能伸舌头。不，微张，不是说要张嘴，不能说全闭着。对，不能闭着不好看，不好看。那俩人的头往哪边要提前商量吗？这个没不用商量。对，看机器怎么样。许昕拍过，他拍过吧？拍过《蜻蜓点水》。那眼神拉丝怎么演呢？眼神拉丝，这就挺拉的，你看。你要杀了我的眼神。行了。眼神拉丝。哎呀，有没有水啊？有水。这有这个。这有这个，你喝这个不？热水，你知道凉水吗？对，我矿泉凉水在那边。我去，我不知道在哪寻找。冰箱里吗？来，谢谢。你要吗？我不要。你要吗？我要一个。我们是不是可以去了？可以，随意，这啥干啥都行。眼神拉丝。我们俩第一次见面，好像就有提到这个眼神拉丝。瞳孔地震还是眼神拉丝？瞳孔地震你会吗？瞳孔地震咋演呢？不是，有一个有一不是漫画，不是有一个，你不知道有一个技巧，就是那个谁会，张晚意，他的瞳孔滋滋滋，他能这样，就放大放就缩小，忽大忽小忽大，而且他真的是颤，因为我们之前玩去录好六，说有一个人技别人不会的，他就，那对眼睛好吗？我不知道。贼厉害那个，他那个就震颤，那个也是动啊，还是放大放小，放大放小，震动像开了那个筋膜枪似的，他那个瞳孔，不会，那个真不会，那个得，我感觉是。使用在哪儿啊？这是这个。我在使用在这种游戏当中，就是我会你不会的这种游戏当中。我们是得吃饭吗？那我来点外卖吧。
你点啥呢？咱家这边有啥吃的？我估计我点的你都吃过。这我咱家这边真的没啥吃的，我感觉。那你们都咋活呀？就凑合活。自己做饭。你会自己做饭？我会做饭，做的少。哇，你们温州女人真的啥都能。温州人。坐一会儿吧，要不我。但你上次见到我的时候，你说家里催你结婚来着。嗯，相亲。啊。现在仍然吗？现在不会了。那他们会比如说看你演戏，然后说哎这男孩不错，你那个会有这种吗？肯定有，我觉得特别搞笑。我们有一次我们拍婚礼的时候、然后我们不是好多就是男孩嘛、有一天然后就是我们那在操场上拍戏、然后我就把那个冠森哥啊郭晨啊然后康他们我就带拍完照片、我发家人群里，然后我妈还有我四姨什么就说这个好，这个好。他相中了哪个？地冠森。他说这个男孩看起来阳光，就是阳光大男孩。然后就那啥，我就跟冠森哥说，但我俩这真的绝了，他就把我当男的一样看。那你们会遇到那种就是找你去帮要别人的签名那种？会啊。前段时间就我的发小就那个问我要了吗？你帮他你要没吧？我帮他要了。你认识不这个人？我不认识，就是要那个陈哲远。但是你不认识他？我不认识他。那你咋要啊？我就跟月月问沈月要。你还真问他要了？我真问沈月要。哦，你还真挺好。你要过吗？有人问我要周雨彤的，要白敬亭的。最搞笑的是有一次，有人说，哎，你能帮我要那谁谁的签名照吗？我说我也不认识那谁谁。我怎么要？他说那谁谁谁不跟他挺熟的吗？你问他要，你不是跟那？我说哎，好吧。就你要过吗？我要过，我要一些很另类的。你说说，有一个朋友管我要李健老师的签名照。那不另类，你俩熟啊？也不是，因为李健老师就跟这个签名照这个事儿，你就感觉明白明白，不是一个，而且他联系他非常需要成本。他也因为他还是不用智能机，对他，你得给他发短信或者怎么样。但我还是要了，因为给了。是熟的吗？算是熟的。我要，我是这样，就是。我外甥啊喜欢白鹿，但我一直没有机会见，我就等啊等等啊等，终于等到他去好六，我说我能不能要一张签名照，我就得靠有，因为不认识我又觉得不好找中间人去要、我有的时候自己还不好意思，就会求那个一统去要，他有的时候不是会录节目就会给这个节目一些签名照嘛，我就看能不能就是跟人家匀我一张。但其实能不能是我们也的有时候想太多，别人管我们要的话也给了也无妨嘛，也不会觉得有啥任何问题、因为人家真的很红嘛，很红，然后就不太好意思要嘛。那我就特别特别特别不好意思找人帮忙。对，还有几个关于雨帆的问题，说你会去给朋友们起名。这个我跟他们说，我说其实不是我给别人起名，这可能就是有一次采访麦麦赵今麦，他说到那个怎么评价我，说什么碎酷，碎酷就又碎又酷，嘴又碎，然后又喜欢现场去。你嘴碎吗？你看每一个组每一个身边的人他的感受都是不一样。那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，就是用同样词组的话